说人生老哈哥走好啊，我说梦里人生短短的一刹，你快乐你兴奋，匆匆的一程你悲哀你苦闷，帝皇的尊严，香港特色豆腐火腩红菜牛肉，咁样算系四个餸。功夫又唔系鲍鱼，唔系有钱就买到嘅。一瞓前难都认红，你话食功夫有咩用啊？徒弟要揾个好师傅固然系困难，师傅要揾个好嘅徒弟更难。呢句讲得真系啱。师傅啊，佢叫你热门啊。